Jaden，你觉得你最近过得如何？如何？可是我还是不好，是如果我在吃东西的时候。怎么样？我在吃东西应该是不好吃啊。哦。那你最近上学都还好吗？还好，可是我上学的时候有很好听的故事。OK。那你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？我觉得好像是鱼。OK， 你觉得最好吃的菜是什么菜？青菜。青菜，为什么要吃青菜呢？才会帮你长高。哦，那你觉得牛奶好喝吗？我觉得牛奶跟豆浆不一样，因为它们是白跟白，然后白。白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哦，所以你最喜欢喝什么呢？豆浆。豆浆啊，那你现在最近最喜欢看哪一种卡通？我觉得是好像是 Mickey Mouse。Mickey Mouse， 为什么它很好看呢？因为它是老鼠，可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养一个老鼠。OK。那你长大想做什么？我好像是煮饭。煮饭的，你喜欢煮哪一种饭呢？炒饭。炒饭。那你唱一首歌好了。有点难吗？